今天又拜三，等下又要来加油啊！这届是第五届，第五趟酒吧啊，来看卖啊！第四趟一公升走几公里？现在公里数537.6，还差不多一个。看一下总的多少，总的36,2,595，特别高，头前遐。来哦，加油站到啊！油加好啊，来看一下公里数，539.1，桂林，539.1，好行。总的是36,2,596。好，即摆当来到厝啊，来咱来算看卖啊，即届油耗拄啊。底下加油的时，油枪气落，结果我头前我一开始我就先试过落啊，啊未行油枪就开始落啊，结果我毋知伫对去试着，拄啊变成无落，啊毋知影，佮拄啊一边加油一边落，啊一边讲话，结果到尾啊加好停的时要试着，啊我哪无咧行，所以拄啊过程就无落着啊。好，即摆算。即第五趟，今仔去加第五趟，第五届啦，第五趟啦，啊，所以是算第四趟诶，第油耗，走539公里，加27.94啊，除以27.94，等于19.29，19.29，啊，顶一趟。18.7遐，应该是你加了无平均吧？嘿，我想应该是加较侪，加较少。嘿，因为了第四趟甲第五趟拢是大拿遐，拢是大拿加的。啊，我第三趟是伫个闽南加，你知无？啊，伊第三趟伫闽南加，可能伊的油情甲迄落感应可能加较可能还是比如。8分甜就跳掉伊啊！啊我所以加无遐甜，应该算讲，伊啊8分甜就跳掉伊啊！吼、哦、加无遐甜，啊结果我来到遮大拿，后一趟去大拿，结果伊加到9分甜，较跳掉伊，所以就变成加较甜，所以算起来可能，就变成18.8，18.7还是18.8，可能安尼啦。我想可能。我因可能爱固定共一个所在较好落啦，啊！我即届第四趟甲第五趟就拢伫个闽南，无伫个大拿加啦。因为我拄下迄是看我下班啦，我拄下班也是上班顺啦，爱届闽南是拄休困啦。系啊，即摆你个身材拢差不多是伫个19，即摆上好19.2啦，啊无就19.1啦。啊，上歹嘛，拢够18.7、18.8遐啦。第五趟啊，好，第六趟就是要加92的，冇咩九五啊，第六趟要加95的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较过来看第五趟是偌济，我想应该是18.7还是18.8，啊无18.9遐啦，应该是比个19.12啦，可能拢一届济一届少啦。啊，过来话试95的。看嘛，95的十届公里数够同款，迄落一公升安尼够同款，啊95的同款，加差不多同款走，加个三五趟安尼试看卖。原底即嘛是要试三趟啦，尾也是讲无加试几趟啊。系啊，啊95嘛是看情形啦，上少嘛是三趟，系啊，啊上少嘛是五趟安尼，甲98同款啦。啊你要较来话试92的。了可能结果就出来啊，可能就会有加92的，好，结束。